戏里面，我经常饰演一啲恶嘅角色。现实里面，癌细胞先至系恶，仲好奸添。冇错，正常情形下，免疫系统系会攻击癌细胞。有啲癌细胞系好蛊惑，令免疫系统识别唔到佢哋。而家有免疫治疗，系可以识穿癌细胞嘅诡计，重启免疫系统嘅功能，咁就能够继续对付癌细胞。原来恶都总有方法治到佢嘅。